谢各位乡亲哦对民视国中的关心。那明天哦，我们学校这边哦已经决定就是停课不停班，那可能要请家长跟同学啦哈，明天的话就不用来学校上班。那如果哦明天有家长因为上班哦必须没办法去照顾自己的就是学生的话，那学校这边我们会有特别的一个安排，那我们可能会把它集中到邻近的学校，那跟其他学校一起来学